这样看我的脸好方啊。嗯，这里挡了个直角。哦，对，看起来很方。啊，我们 S 级啦，好耶！谢谢大家，黑屏完成任务。我刚是几点钟下的呀？我刚是几点钟下的？我看看我拍前面拍了多久？现在3点，就拍了2小时，有吗？还拍了1小时，但前面其实挺简单的。我刚把眼线加了一点，因为你没画那眼线，画的太宽了。差不多1点下的，那差不多拍了2小时。我操！我今天晚上，哎，我想玩会儿那个星穹，想玩会儿崩铁。到时候看吧。玩具双金，你哭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他那个新手池出双金了吗？那狗运蛮好的，可能是因为在直播间的手气太差了，所以在游戏里面手气比较好。没事，你在游戏里手气不好的话，那你在直播间手气应该挺好的。要不来五手限定池双金，你出的谁呀？你出的谁和谁？不是疯女啊，希尔和杰帕德吗？屁狗运势有点好。还在化妆？没有啊，这是改妆了，前面化的那个妆都已经拍完了。今天干嘛去？今天就在家，今天不干嘛去，今儿就在家里边。今天辗转3个地方，三套房拍东西，太好笑了。妈呀，到现在啥都还没吃呢，饿死了。实在是不喜欢吃外卖。手机又拿来直播了，好，现在3点，大家都还没下班是吧？呀，九零下班了，啊，九零不会在翘班吧？九零看得出来我玩的是，我 cos 的是谁不？靠，今天衣服有点大呀，再往下坠。后面到时候拿钉枪，还好你有钉枪，钉枪太好用了。
你看，掉了。哦，是这个掉了。我说，你再收紧一点，把里面这个拿了就行了。可以，它碎了。谢谢950续费的伯爵。直播间的人都不玩吗？都不玩这个英雄的吗？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说风女的好离谱啊。也不离谱吧，你们都没看到全身什么样。看不出来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这样呢，这样看得出来了吧。这个挺明显的。这不是挺明显的吗？阳光大女孩，去你的阳光大女孩。怎么看不出来呢？说明你们不太玩这个衣服。真看不出来啊，什么魔法少女啊，当然不是了。啊，真没人知道这是啥呀。靠。剑姬都来了，哪路的辅助的。不是兰克斯，谢谢950的火箭，谢谢950，哇，白手套比的这个心好看。谢谢950的火箭，950送了我火箭。马上到你家里面。风之化身不是，谢谢950的火箭，谢谢950。怎么可能是鳄鱼啊？我说了是辅助。对呀、啊，这是乱路英雄啊！啊！哎，有人猜对了，是呀、啊，这是萨勒芬尼。你家地址是？有你有我，哎，不对，有你有我是萨勒芬尼的猜词吗？是啊，这萨勒芬尼啊，看不出来吗？950送了我火箭，小洛到你家里面，呜呼！脖子以下全是痣，笑死！我也想说全是腿呢，主要是身材不像啊。这个萨勒芬尼有什么身材啊？萨勒芬尼没什么身材呀、啊。你就是歌姬吧？哦，我选的发条，最后我选了发条，因为风女那个他们没有假发，没有假发，这是撒了分手吧？太分手了。有你有我啊、哦，这猫咪的，撒了分尼是啥来着？下想不起来了。你这衣服不是风女，我是不能接受的。为啥？发条连头发都不用了是吧？没有啊，那个发条他提供的衣服是有头发的，但是风女她没头发，她给我的图片上不就没有假发吗？然后我就问了一嘴，我说假发的图片能够给我看一下吗？因为我想看一下她那个假发有没有造型，没造型的话就戴上就不好看。然后他说，然后他问了一天，等到第二天他跟我说，他说这套没有假发，只有衣服。我说啊，我说那算了吧，我说那我还是要那个，发条吧，发条那个衣服版型我感觉还挺好的。我怎么没标五啊？我操，几几还是有的好吗？等会超管来警告我了，少瞧不起人了，少瞧不起人了。等会儿头发戴上就有感觉，这个头发它有稍微照顾那么一丁点儿的心。撒了分手，假发最后戴呀，先化妆呀，妆化完了再戴假发呀。这套拍完我估计改完妆估计4点，拍完估计、
六点，然后还有下一套，我操，真的是要死喽！瞧不起谁呢？就是瞧不起谁呢？啊，瞧不起谁呢？挤挤谁都有，这是头发还是我的？哦，挤出来了，这不是有了吗？我靠，怎么就不能捂了呢？我以为是头发呢。那你4点才来，你4点来没用啊！我拍摄不能那个，因为是保密，还在保密阶段呢。谢谢 ADD 续费的赞粉，谢谢 ADD，ADD 续费了钻粉，峡谷里打人越来越狠，怎么？你男的你也能结的，是呀，是人就能结，你多贫都有，哎呀，真是的。哇，我脖子真的好短，你们不觉得戴上这个很像那个高位截瘫？哎，不是高位截，就是那个，反正就是脖子不能动，那是不是叫高位截瘫啊？闭眼。睁眼。哇。要再宽一点，不用吧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因为还要贴睫毛。哦，好，这次这么宽，那先这样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这手套是工地上捡的吗？不是啊，怎么了？闭眼。你觉得需要贴的话可以贴。这个是宽的，嗯，那宽的吧，宽的好还是看不出来？那宽的吧，你觉得哪个好一点？宽一点好一点。那宽点。cos 妆都很浓的嘛。我去马戏团嘛，对，我去马戏团，我当那个驯兽师。我靠！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我把衣服换了，等会儿我就要穿着这身衣服在小区里面走来走去了。穿个外套吧。没有外套。OK，哇，好双的双眼皮儿。什么叫好阴影啊？你是觉得现在我看起来像那个人妖是吧？有你有我。有你有我，下一句是啥来着？哎，950至今都没有回答过我，他是打哪一路的？还是说我之前问过他这个问题？我不，反正我没看到他回答我的，应该就是没回答，应该不至于我没看到。有你有我一肚子气，什么东西啊？不可能！完了，感觉不认识，怎么了？贴个双眼皮贴就不认识？这个妆我看起来好欧美啊！他不是欧美人吗？角色，不不是是吗？吧？不你是混是，血之类的吗？这是正常吧？我感觉，你有去搜一下吗？我有搜，嗯，虽然没玩游哦，戏。一鼓作气哦，有你有我一鼓作气，有你有我一肚子气，什么又集结了吗？兄弟们，把"集结"两个字发在弹幕上，快点！卢保罗变装秀，好吓人啊！这个鼻子，我太不习惯了。不习惯。没事，等会儿把假发戴上看看。不集结，集结的把不集结打在公屏上，不集结的把集结打在公屏上。这，以前出过 cos 吗？拍过吗？拍过。
cos 妆一般都是很浓的，嗯，这样才上镜，因为那个假发戴上之后就好了。哇，磨牙的集结好给力啊！磨牙，磨牙是不是开脚本啊？这是磨牙吧？那个，狗头、猫头，是我画的吗？是我画的那个八斗吗？好像是我画的。磨牙，你是不是开脚本啊？磨牙哪儿发这么快的呀？磨牙好猛啊！哇，好帅！560个异星崛起，冲！磨牙平时刷屏被禁言，今天就趁着这个集结，我靠，死命刷！小时候最喜欢的一集结束了吗？没结束啊！什么？没有任务？那再刷个灯啊！玩具是不是谎报军情？明明有任务，然后自己在那说没任务。啊，玩具，狗的玩具，根本没有集结任务。那谁在那带头刷集结的呀？就他妈你是吧，玩具？就你在那带的，不是集结任务，那是啥？确实，当时 Joy and Gaze 画的 battle， 对，还挺可爱的，挺适合你的。谢谢上头的100个异星崛起，异星崛起，点一点，磨牙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快上，磨牙，军团将领等你了。好寂寞，没有手机可以玩，好寂寞。什么？我眼睛被打肿了？没有，而这个灯的原因，它是不是太亮了？我靠，脖子不应该那么早戴的，感觉好痒啊！谢谢上头的异星崛起，谢磨牙的异星崛起，谢磨牙的营地建设，谢磨牙。哦，谢磨牙的营地建设，我靠，我以为磨牙要出那个什么异星心灵遗迹了呢。谢谢上头，谢谢上头的初灵异星。你们说任务过完了没？哦吼，谢谢磨牙的心灵遗迹，谢谢磨牙。狗宝宝磨磨牙牙，我操，磨牙乘以二了，去狗运还挺好的。哦吼，磨牙好猛啊，什么时候军团乘以二就好了。这样扣子谁看不出来啊，这样扣子 Start Fanny。三粉儿，出了，甚至是两个军团没有乘以二吗？哦哦，谢谢磨牙的两个心灵遗迹，谢谢磨磨牙牙，谢谢磨磨牙牙的两个心灵遗迹。5000的有乘以二，得了吧，我能见到，我能见一下1000的已经不错了。
哇，我们差四个心理遗迹过三千了。谢谢余生的初灵一星，谢谢秦芳麻将妹妹的初灵一星。谢谢白菜豆腐的初灵一星。完成喽。怎么说，今天等一个光的出现，我们直接 SS。现在还没戴假发呢，等会儿戴了假发了就好看了。谢谢 GX 的营地建设。你刚刚不是说完成了吗？怎么现在还差51个？是哪只眼睛啊？是左眼下面吗？好像两只都有吧。好像这一边，你看一下吗？这边，右边。是右边吧，自拍没有镜像吧。不要看它，找一下那个，找一下皮肤的图看看呢。点了三天，终于出了个6块的，那你也太妹了吧！太妹了。嗯，对对对，左边。我记得是左边，我看一下这个图。对，是这个衣服，是这个衣服。我操，那我袜子岂不是也穿反了？它这个是右脚，右腿是，右腿是这个，哎，嗯，是右腿，穿反了。Yes， 来换就是。有你有我，一鼓作气。真完成啦，大家也太猛了吧朋友们，兄弟们，太给劲了，太给劲了。没事，你们放心，任务过完了我晚上也会播的啊。再看我晚上几点拍完。有你有我，一鼓作气。Who is maybe? 真的吗？真的呀，真的呀！我现在就想播。哦，不用感谢恩赐，你们能来看我直播也是对我的恩赐了。我得给大家磕三个响头。主播 cos 的是什么 ？cos 布鲁斯。他这有吗？他这是没有。这个色应该可以吧？是，这不是灰的吗？感觉。它的那个亮光是蓝的。觉得他这说不定，这盒不知道是不是油彩之类的。
太硬，都是颜料。嗯，全部都看过了吗？没有蓝的。但他这应该有那种。怎么回事？四七的收藏品里面为什么没有蓝色的？蓝色口红也可以。哦，这里很多盘，我看一下。对，你看一下吧。这有。OK。OK， 这个吧，对吧？一个，这个。不是这个不是蓝一点吗？不行。谢谢 ADD 的一心崛起，就是一个五角星是吧？对，对的。他原本他说送星星贴纸，但是我没在袋子里面看到星星贴纸，不然直接贴贴纸还方便一点。喊你有我，一鼓作气。吃啥呢？好饿啊。我这镜子里看着比直播里面好看，这直播里面的这个光太那个了，太奇怪了。他们说这光太亮了，可能暗一点好看，暗一点好看点。这个位置。嗯，好。你再往上点，大小这么大可以？可以。这次是真集结假集结，嗨阿舅，哼，不知道，总之先集结就完事了。好，云牙说的没问题，没毛病。哇，不错。然后再点亮片上去是吧？这有没有大一点的亮片的？找，我觉得它这肯定有。我只有小亮片。它这肯定有那个。一盒一盒的，这个脸上的不就是蓝色吗？这样在你觉得金色的好吗？这个是银色的了，银色的，这个可以色一点。我操，
是四季家真是什么都有呢。哎，这个好。这个懒得。你看，你看这个。这个颜色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你看一下是用这个还是用这个？应该是。哇，四七家好多好东西呀、啊！哎，这个灯一开，感觉脸就正常多了。那个头能过来直播吗？哪个头？我今天一来，我看到这有一个头，我也在想，这头是干嘛的呢？这头是干嘛的呢？我不知道啊，这头，我可能是以前四七练化妆的时候吧。那他们不是要练给别人化妆或者给别人做头发吗？我不知道啊。笑死！我靠，希望四七不要从这里搬走。这里真是个宝库，真好啊。哎，刚刚还没涂这个是吧？那个干的快吗？冰心？快的。OK。它第二套是我涂的。好。是不？你看一下，好，四七这里好多好东西。哎，这个灯一开，整个光就好多了。刚刚的光真的太垃圾了，好漂亮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刚光太垃圾了。你们这个化妆是有点酷，这化妆是不是挺是可爱呀、啊？你们觉得酷？我觉得很软，软妹子。为什么有颗蓝色的痣？是专门画的，是萨拉芬妮的那个星星。这是萨拉芬妮的星星，不是什么蓝色的痣，它不是蓝色的痣。哇哦，不用请，上这个，挺好看的。可以多上一点，待会儿你们看我上不出来啊，看得出来吧？哇、哦，好漂亮，好闪，哇，好棒哦！四七这里好多好多这些工具哦。集结人数啊，差多少？我看看。108个，集结吧，各位，集结吧，还差350,000工程车 SS， 我们核反应堆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都知道，换你。知不知道？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视线慢慢你想你，如果有一天我们。
这胶水吗？不是，它其实是亮片，哦、但是快干了，就是这个抠不出来，大片的，你看，嗯。集结号吹响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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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好舍。也能成为时候，当你说遇见的烦恼，当你说越是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哼哼，手机要没电了。这是真的，没有骗你们，这不是演习，这不是演习。手机没有电了，这不是演习，这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闭眼。对，不够呛。嗯，闭眼，感觉有点不明显。好多了。哇，好好看。是不够夸张的睫毛。Yep. Yep. Yep. 怎么说啊，米米？是我，我是萨勒芬妮。还行吧，米。嗯，对啊，这个发一次就行了，摩牙。这是凑人数的。
谢谢灰灰续费的钻粉，谢谢灰灰。灰灰灰灰盖一个棉被，灰灰续费了钻粉，出手一定又快又准。不留恋，灰灰送了我钻粉，出手一定又快又准。他们真的很帅。五个集结等人，很急。操，这大浓妆！我要是会化这种大浓妆就好了。他们不会，学一下。只会最简单的生活妆，化什么妆都一个样。学一下，好难，我不敢往脸上涂那种很重的，下手很重。就涂嘛，就多练练就好。戴美瞳效果会更好，那你说你戴不了？Yes，我做了近视手术，哦，那短期就戴不了。解散，完成任务，解散，就地解散，自由活动。我看看有没有那个有聚变反应堆的呀？差两个，快把男宇叫过来，出个聚变反应堆啊！好那个，我感觉下睫毛还是比上睫毛浓，那那找眼找尾等会儿再加点儿。他这儿有没有睫毛？有啊，他这全部都是睫毛，那儿全是睫毛，随便用。他这不是有这个吗？单错。这个就没有你眼睛上的长。哦，那等会儿再找找这呗。睫毛都很浓。哦，谢谢啊。心灵一击，谢谢啾啾，谢谢啊啾啾，谢谢啊啾啾，啊啾啾该出了吧？这都还没出，嗯，五首要一起点的，啾啾啊啾啾，啾啾你的反应堆呢？可以送给小洛一点吗？拜托拜托，嗯。你出军团降临就有反应堆了，就，啊啾啾啊啾啾啊啾啾，你才傻逼呢，流年，闭梗闭梗闭梗，我操，太喜欢了，他们一般都怎么叫你啊，新雅？嗯，叫盛夜，哦，盛夜，是我 coser 的名字，所以。啊。你平时自己也做 cos 吗？自己也出啊，拍东西。哦，你一般出？出男神。哦，哇，想和你一起出，出啥呀？不知道。都行，都行。停留在这里。找睫毛，你现在用的是这个。嗯，要找比这个还浓的对，是比吧？这个我还。想的是就贴。补后面，对，补后面三那个。处有的话贴一下就好。你找找呢，它就有吗？这不是挺浓的吗？看起来，这不挺浓的。哦，这他妈浓到绝了吧？这还不浓啊？这是不是跟这个差不多啊？十二，嗯，五那是多少？这个挺长的，可以把它剪那个。贴两次这个吧。好，OK。
我不太出女生，所以睫毛不多。一千二等于八百，准备退鱼了。什么？你以前遭受过比这个更大的困难，你都没有说要退鱼，怎么现在就要退鱼了？嗯，玩具，怎么回事呢？嗯，我不许。这个真的，我看看是，哎，怎么聚焦不了？是哦，贴上眼就不是很明显了。可惜了，我不能戴美瞳。噗噗，你昨天一千二等于四百都没叫呢，别说了，我先替你叫了啊！这首歌是什么歌来着？周杰伦那个啊啊啊，什么歌来着？我帮你叫了阿啾，我帮你叫了阿啾。不是周杰伦的歌吗？哦，以父之名，嗯嗯，我就说，我想着跟爸爸有关，那我在想是不是什么爷爷泡茶，爸爸别打我妈妈，爸我回来了是吧？那首是，呜呼，谢谢阿啾的心灵遗迹，谢谢阿啾的两个心灵遗迹，怎么说啊？怎么军团降临还没有出现啊？谢谢阿啾的两个心灵遗迹。每天五首抽完了，总会出的。相信，相信，相信。阿啾说几个？五百等于两百，五百等于两百都还行啊？你觉得小亏不算亏是吧？现在心态很好啊，阿啾。阿啾现在心态史无前例的好，相信，相信，相信。我是罗木吗？罗杰去哪儿了？五百等于三百。还行，哪有小孩天天哭，哪有主播天天输，哪有异星崛起永远都不出，就是今天相信自己。哦哦哦哦，还行吧，但我觉得这个位置是不是往前一点比较好。我的世界充满着未知变幻的旅程，我不怕风和雨，期待笑和痛。什么叫厂长来吧？阿啾都垫好了，厂长怎么叫不动啊？厂长怎么感觉叫不动厂长呀？啊，怎么回事呀？厂长等了这么久，怎么都还不来呀？谢谢阿啾的敲打矿石，谢谢阿啾。期待小河童，还没路过此地，还没有到拆城当路人的时刻。什么时候才能路过此地啊？真是的。
我们四星的人头上一上，我们四星还差18个头头呢。今天扣子什么？扣子我身上这个，看不出来吗？有点夸张，掉下去。谢谢跳皮筋的老头儿，谢谢我老头儿续费的钻粉儿，谢谢老头儿的钻粉，谢谢老头儿，谢谢老头的钻粉，谢谢老头，老头送了我钻粉。老头送了我钻粉，马上注销你的户口本。谢谢老头的钻粉，不是不说词儿，那这不是在贴睫毛吗？没毛病吧？怎么说，老头儿？这还敷衍啊？我帮你把你户口本都注销了，这多好呀！你哈哈，直接全部都给我，给我。剩下的都是我的，只给你一个注销，只给你一个注销了。我的世界充满着未知变幻的旅程，我不怕风和雨，期待笑和痛。恶毒的女人，咋了嘛？怎么就恶毒了？嗯，说不定老头很喜欢呢，我帮他解脱了。什么风韵犹存的辣妈？哎，这是我皮套的人设。我得催催我的皮套了，我靠，皮套从去年12月开始到现在4个月了，还没摸出来，我靠！主播你是真的狠，怎么说你就说喜不喜欢吧。戴头发吧，好，头发不编一下吗？找个发我编，我要不编的话，等会儿头发不是会就是蓬起来很高。可太喜欢了，你喜欢就好，你喜欢就好。哎呀，好像青楼的老鸨啊。耶、yeah, 你喜欢就好。我长得有点像吸人阳气的女鬼。期待笑和痛，
马上要变身萨拉芬妮了，哦吼，哦吼，啊哈哈。真不是你喜欢打问号，哦，是吗？哦，是吗？这个妆发点不太合适吧？这不是发点呀，我靠，这犯病啊！这哪是发点呢？哎，我让你们给我上私信人头，上哪儿去了？现在都还差六个人头，怎么了？直播间人都死光了是吧？快点吧，把你的人头交给我吧。确实我要人头，你不死哪来的人头呢？那当然要死一死咯。有没有人愿意献出自己的身躯捐给5189167，为我献上你的香山人头啊？亲密度满了你连一毛钱都不愿意送是吧？一个大字都不愿意送是吧？你还不如路飞。勇哥给我召唤路飞。这好像扯了一根，等一下我把这根头发。把它拉出来吗？拉出来吗？拉出来了， OK。路飞人呢？路飞的人头呢？咋回事呀、啊、路飞？啊？搞失踪是吧？我消失。哎，我不是在闲鱼出我那个龙卷的 cos 服吗？然后有人私信我，问我接不接委托，不接。他说线上，不接。那 cos 多麻烦呀，老子还要化个妆。线上委托是不是5块钱一张图啊？大概，是吧？是吗？肾心，差不多吧，10块。你是肾心是吧？肾液啊，肾液，すみません。肾液，什么叫委托？就是他说你比个耶，然后你就比个耶。嗯，你拿着杯子喝茶，你就拍一张拿着杯子喝茶。500块我可以化个妆。龙卷的设定是不穿内衣裤的，不可能。不可能，那动画片怎么那个？龙卷很矮的，你 cos 很合适。我 cos 过，之前不是 cos 过吗？我操，脖子好痒啊！戴这个东西，赶紧拍完，赶紧把取了。10块吧，我觉得10块还行，但是不值得我为他化个妆。而且我主要我很讨厌戴假发，我太讨厌戴假发了，戴假发很痛苦。早知道你不刷礼物去闲鱼委托了，去啊！但是你就看不到你想看的人，比如说你想看玲玲 cos， 你去闲鱼找他下委托，你觉得他会接吗？但我之前有看那个什么眼角、五角星分辨率有点低，因为这是眼影画的，这是眼影画的。他不拿眼线笔给你聊一下？我找，等一下，这里这根，有眼线笔吗？有棕色的描一下。哎，我有一个蓝色的眼线笔、哦、那可以，但是在家里面我不知道还找不找得到。待会儿可能你要帮我去那边拿一下吹风吹下风。好，那我还得拿个插线板过去，插线板不够，你应该没有吧？没有插线板。我家没有插线板。什么这个角度好显胖。嗯，是的，因为我现在没有下颌线了。前面拿一下。OK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是吧？
来了来了，最可怕的，什么这眼妆一画，我眼睛大的像二次元主角儿一样，什么意思啊？平时就是三次元小喽啰是吧？画上这个眼睛才是二次元主角儿。还在问 cos 的谁？都说一百遍 cos 的谁了，还问，一点都没有眼力劲儿。我想想，插线板家里哪儿有？厨房有一个可以拔了拿去。cos 的戏儿。可真会想啊！哎，我只有10%的电了，不过应该是这个，等会儿应该就没电了，挺好。你们像丹丹姐。10%不够用啊！这不是直播手机，这是我自己要用的手机，我还要用它回工作呢。新浪游，啊你，你不怕笑很痛，吹得笑很痛。我的世界充满着位置变化照片。充电啊，没法充，这没有。为啥我的手机直播手机为啥从来不卡？卡呀，刚刚不是才卡了吗？杨梅露，西内。巴拉西，那我看让我往后拽一点，这个位置应该 OK，哇哦，肯定要整理一下这。靠，我的萨芬，你怎么风尘气息有点重？感觉他边好像做错了，应该是往那边的是他应该是左边撩起来的呀，吧？嗯，没关系，他变成这边撩了，是吧？没关系，反正有一个这个波浪就行了。我在想，会不会是他这个图镜像过？那我看看看别的图。什么？把头发提一提，感觉头好宽。没有啊，别的图也都在左边的。没事，那就这样吧。反正他这个造个型就可以了，我觉得。他反正有左有右。没关系，我觉得这个不重要。说要拿钢梳梳呀，又不是会带电。这个，梳一下，这要卡一个卡。Thank you.
我下次还要 cos 个卡莎。太帅了吧，这卡莎啊，不是这萨勒芬尼，你这萨勒芬尼是伊芙琳假扮的吧？怎么了？要把你吃了是吧？卡莎是原皮吗？不是原皮，新皮肤还在保密阶段 ，sorry。没有，但我也不知道长什么样。总之还在保密阶段 ，sorry。哦，也可能不在保密阶段了吧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太没那么关注皮肤。卡莎最新的一个皮肤是什么？就是新手之后他还有什么皮肤？新手那个我 cos 过，我自己拍的，我自己化妆，但我觉得我自己化的就是相当于就只穿了个衣服。主播肩带就是肩带啊，肩带的很，一切都是肩带。有人知道不？看起来就是没有人知道。萨勒芬尼，我没 cos 过呀。我上次那个花仙子，它不算 cos。哦，对，墨之影已经出了吗？哦，对，前几年出了一个 ，yes， 是的，十几号扣吧。什么时候出水浒 cos 孙二娘？我要先出 Ashley 的 cos。 Ashley 我觉得这个能不能把它固定在这儿，就是不要把它眼睛全遮完。唱一下。哎，这个毛不是夹是没有用的吗？可以夹弯一点呀，弯到后面去。这个呢，就这些一起，上面可以挡一点，但是就是我刚刚是觉得它全部都挡完了。啊，对，我就这样子，就是挡一点，它刚刚是这样子挡完了，就是拍出来就好。嗯，这样子，那喷一点就行了嘛，就叫夹，夹一下。我假发都戴上了，你还问我 cos 的啥？你一定是不玩英雄联盟的人，不然怎么会问上我这么白目的问题？喷胶是吧？要喷胶吧？先烫再喷。cos 马骑马。对呀。我操！我以后不会成为 coser 了吧？
再喷点。因为是这里重，等一下，我脸挡一下，得给你面喷。你手我拿这个把脸挡一下。拿掉吧。主播去漫展 cos 一下。No。没有这个，主播是不会出门的。这怎么会是金克斯啊？金克斯是蓝色头发，怎么又 cos 沙乐芬妮？我什么时候 cos 过沙乐芬妮啊？我没 cos 过沙乐芬妮，我没戴过我之前是想 cos 萨勒芬妮，但是我没买她的头发，而且我对她头发造型很难。我好像从来没去过漫展，二次元浓度过顶，没去过。不对，我好像去过一次。啊，我去过一次啊，在广州，不，在福建，在三亚，在海口。对。但是我是去啊挣钱的。对啊，我之前那个粉头发是新手卡莎，根本不是萨勒芬妮啊，怎么在那乱点鸳鸯谱呢？但是我很羡慕，就是有很多人一起，大家出自己喜欢的角色，我觉得那种好开心啊，看着。但是我说的是不是去漫展，就是生活中。比如我这样，我叫上我的那几个 KDA 女团，我们一起出门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我操，太帅了，炸街！我操，可以。我给你夹个夹子，它会掉。好，就拿那个钢的那个。哦，我以为是塑形，先卡一下。太中二了啊！我就喜欢这种。目前没找到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些事情的人，感觉很遗憾。cos 一下多少钱？没钱呀！你妈的 cos， 你出个 cos， 别人就给你钱，我操！等一下这样出去逛街吗？啊，想这样出去逛街，但因为后面还有别的事儿。哦，这个不错。等会儿其实拍的时候可以把它取了啊。哎，明显是吗？对，明显，挡一下呢。嗯，不是小夹子。我 cos 的谁？我靠，怎么还有人问呢？挡住了吧？嗯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是，里面有个椅子架，弄到后面是吧？可以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嗯，不错。啊，这应该差不多哈。嗯。这个能藏一藏吗？我觉得要不就是夹里面一点，就是把外面这双就是留在外面，就是从这里就是不要外面这一层。啊，这有点难。有点难。嗯，试一下呢。耳朵卡不住，本来应该耳朵卡。卡得住，卡得住。什么？我的萨勒芬妮有点太御姐了，是有点哈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因为鼻子太尖了？那拍出来就不一定了。化妆老师技术好，当然了，今天我专门拜托可心去帮我找了一个，就是平时经常画 cos 妆的老师。沈毅，好，是年纪大了，可能没有啊，我是甜妹啊，我靠，
但是试妆的问题显得我有点御姐，但其实我是甜妹啊。什么眉毛也应该是粉色的吧？真的假的？因为你没戴美瞳，有点显凶啊！我操，那要不要折磨一下自己的眼睛呢？但我没有零度的，嗯 ，P 吧 ，P 啊，只有 P 啊，那视频 P 起来可能有点费劲儿。但是我之前 cos 安妮亚就是 P 的眼睛哦，但是我当时是戴了美瞳的，只是颜色是 P 的，因为那个绿色它有点不显，不显绿。主播多少有点犟嘴，我怎么就犟嘴了？哼，有你有我，一鼓作气，走吧 ，go go， 要下喽大家。但是呢，我愿意让你们看看我就是下楼的样子。哎，走吧。哦，你等会儿回来，不对，那你这个涂这个，那你要涂了再走。拿过去。哦，行，可以。两个角，你要补妆吗？嗯，可以。然后那个翅膀要戴，翅膀和匣子。哦，手套。我的话筒，有你有我，一鼓作气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有你有我。我他妈直接穿这个 cos 的鞋走吧。我操，这个鞋质量有点太差了。啊，在这里找一双新袜子吧。啊，昨天在这里找出好多新袜子，不知道西瓜给他搜到哪里去了。新袜子呢？昨天他把鞋袜子拿出来了，不是新手拉克斯，你没眼睛是吧？真没眼力劲儿！操，回家拿袜子吧，回家用自己的袜子。走吧，把这个拿着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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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你夹板关电了吗？关了。OK， 走吧。鞋。哦，忘了操。咖喱咖喱呀！这是塞勒芬尼 ，yes， 我操！帮我装一下这个。没脖子，靠，太伊芙琳了，寡妇。哇，这边也有点压耳朵。哎，下播了，没那个了。为什么你没有粉丝牌？你送个666就有了。嗯，今晚的活动在哪里看？今天没有活动啊，我今天就是拍个东西而已，只是拍个东西，只是拍个东西。我去拿个吹风，
等会儿好吹头发，拿个吹风，拿个插线板。我们拍东西的地方它没有那个，我们拍东西的地方没有电，从公共走廊接了一个电。我下了啊，朋友们，因为我拍摄不能直播，拜拜，拜拜。晚上还播吗？晚上播，但我不知道我几点拍完。拜拜拜拜大家，拜拜拜拜。拍完了播，不知道几点，估计可能要9点吧，我不知道，我尽量快，反正。